本校创办人闵桥领袖陈新正先生、林如德先生、谢深珍先生、徐生礼先生等91位董事，于1920年3月8日创办本校。建宇创办初期需一用福建水灾赈款，遂命名为福建女校。本校设立之初，原是租赁甘载园路29号为校址，专办小学。到了1923年，几经筹划后，校董以3万元买下打石街145号为校舍，视为本校有校舍之始，并以庄、成、琴、谱为校训。于1927年，本校增设3年制师范检师班，专培训小学师资，成为槟榔屿第一间女子师范。现于每年入学人数有增无减，原有课室不敷使用。于1928年至1939年期间，校董一再的搬迁及增设校舍。至二战前夕，本校共拥有3处校舍，分别是打石街145号为正校校舍，中路65号和车水路204号为分校校舍。1942年，二战爆发，日军南侵，马来亚沦陷，福建女校在战火中停办。1945年，二战结束，马来亚光复，学校恢复上课。承接战前校董一职，本校停办检师班，改办中学。是年，本校初中第一届毕业生共有28名。1947年，本校受政府委托开办2年制高中师范。次年，即1948年，本校高中第一届毕业生共有15名。1951年，本校由福建女校改名为槟华女子中小学。为了应付学生人数剧增问题，董事部成立了槟华女中新建新校舍委员会，购买了现今校址歌德路地皮。1954年，董事会正主席王景成先生、副主席徐景亮先生、苏成球先生、总务陈文炳先生大力策划推动，于隔年完成了第7工程，即新建正面3层大楼1座、学生宿舍及食堂1座。1954年，适逢朱月华校长掌校20年，全校师生热烈捐款建立月华教室1间，承留纪念。此举乃感动董事会新建3层楼科学馆1座，视为第7工程。鉴于本校尚缺集会场所，董事会一决新建大礼堂1座为第7工程。当时蒙新兵评社一眼协助本校筹募基金。1957年，大礼堂落成，命名为平会堂，以纪念之。大礼堂的底层为图书馆、阅读室、会议室、办公室等。是年12月14日，本校举行新校舍落成典礼。本校由开始的民房到巍峨壮伟的学府，历届董事功不可没。
1957年11月14日，滨州四所华文学校学生汇集在刚建军的本校礼堂内外，反对接受改制特别津贴事件。在警方介入下，事件是获得平息。1961年，董事会继续发动第四期工程，新建室内体育馆，建于中学部各项建筑，以建具规模。董事部乃致力于小学校舍之兴建。于1962年，小学新校舍在中学右邻落成。同年，本校中小学接受政府津贴，改制成为国民新中小学。董事会另办独中，让更多华裔生有机会继续升学。有鉴于学前教育的普及，董事会乃于1963年创办宾华幼稚园。1968年，董事会重新启动早前阁下扩建中学部视频教室及特别教室计划，此工程终告于次年完工。同年，董事会亦为中学新建公益室一座。幼稚园因无自身校舍，而借用明星小学校舍及中小学教室上课，故此董事会于1971年在中学校园内为幼稚园新建一栋三层教学楼，又于1976年增设特别教室供幼童玩乐。鉴于国中学生日增，教室不敷使用，于1976年董事会乃在大钟楼后增建三层楼一栋及宿舍。1991年，为了提升校誉及为申请先修班做好准备，董事会乃在校园后部体育馆空地新建了一座四层楼高的校舍，命名为家树馆，以纪念树交工会的慷慨捐献支持。1995年，本校再度面临课室不足窘境，董事会事不宜迟地策划筹建一座五层楼校舍。于1998年，五层楼新校舍正式落成，命名为98新楼。新修班开办仪式于1998年7月8日举行。成立先修班乃是本校多年以来的心愿，以一脉相承之连续教育，由幼稚园、小学、中学到先修班，从而让本校教育系统更趋完善。鉴于现代父母多为双薪家庭，董事会于2006年毅然开办宾华安亲班。在董事部和家教协会的大力支持下，私校的硬体设备及教学设备逐步进行修复、更新以及添加。感谢董事会高瞻远瞩和家协的协力配合，宾华每一次的转变都为学生打造一个更优质的学习环境。
华四校共有4997名学生，幼稚园420名，小学1730名，国中2547名，及独中300名。新时代的精英不仅限于学术成绩的表现，同时也在各领域中发挥最佳潜能。宾华之办学宗旨正符合时代的需求，着重于德、智、群、体、美五育的全面平衡发展。为了突出学生个性，挖掘学生潜能，四校致力于培育学生各方面的才能，提供极大的空间让学生发挥个人专长。